是感恩的。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系。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我现在很老了吧，还想年轻的时候，经常回忆，跑不动了还想跑，就是这个意思。人说啊，朝云南去，我也跟着心动啊，咱们到鸡竹山去，朝鸡竹山去，走得动吗？老了要放下，人说啊，等我老了我再放下。你越老越放不下，不是开玩笑的呀，你不要等啊，等不及啊，要放，能放下现在当下放下，放不下等到时候我再放下，我越等越麻烦，越等越放不下。我跟你们说的真话，真话，我现在算老了吧，90多岁算老了吧？身体是老了，心呢不老，老还小。老了时候他回来了，他的心又回来了，什么呢？贪嗔痴。为什么要一天念经、念佛、念法？为什么？要字母那个信心不足啊，信心不足，修行不得力。你信心没有，都还没有培养好，你修行能得到力吗？心静了，一切皆清净。这个主要对着什么呢？信对着不信，静对着昏浊。不要自己因为我出家好多年了，我信心呢坚固了，没有，信心还没有。成佛了，成就你最初那个信心呢。这样子才能够不昏浊，不昏浊，心里不昏浊，保持你开始信心。那么上来昨天跟今天所讲的，你要记到。一个是信行，信而要去做。第二个是悲，悲，大悲，悲。这个你别的悲产生不起，大悲对别人，先对你自己，慈悲慈悲自己。无量劫来叫流浪、堕落，可悲吧？悲自己，慈啊，也都往你自己身上想。你该对，该对他慈悲慈悲了，是吧？对你自己该慈悲慈悲了，完了再说别人的。其次呢，是信行、悲、慈，要思。施是舍呀，不要一说施就想到钱，给谁几个钱，不是的了，把你的贪嗔痴舍掉，
舍掉，不要还保留它了。其次呢，前头讲了要精进心，时间呢不会等待我们的，要来一转个面目。我说一个也一死了，说再来一生，你没有把握呀，你自己一点把握都没有，来生流转到什么地方，还能对三宝有没有这样信心？你不知道无始的业到时候陷到什么程度，所以你必须得精进。精进，或者念一部经，或者念一声佛号，要坚持。对，我经常劝我道友给自己定功课，定时间，定数量，不要求太多。哪管一天我只念一百声佛号，但是我到这个时间，不论什么障碍我都把它冲过去，我非念完一百声声号不可。我定了三点钟，到三点钟我一定起来念，念完了再睡觉都可以。但是定时定量的好处在什么呢？除是你无疲厌，精进不懈。现在我们这四宗弟子都有文化的，一定要学经学论。一天你要求你自己要求啊，我一定看几篇经，哪管看一篇都可以，每天一定要看一篇，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时间定时定量。不是这样子的没办法，咱们得懈怠成性啊，自然就懈怠。同时要了明了知世间法，了了世间法就解脱，不被世间法把你缠缚住，印得世间法没有一样真实的，都是虚幻的，骗你的，你就莫上他们的当，不要世间法把你欺骗住。咱们经常说庄严佛果度啊，我跟每位道友干什么时候庄严佛果度啊，什么是最大的庄严呢？惭愧，惭愧，总感觉自己业障深重，堕入娑婆。那业障啊随时发现，一直忏不完，忏不尽。凡是一个忏悔的，他最大的庄严。一人骄傲的人总感自己了不起，他最不庄严了。最庄严的人是悲心谦下，常是惭愧，感觉着自己不足，感觉着这不够，惭愧。还得有一种坚固坚韧不拔的力量，在修道的方面啊，你必须得有坚持坚韧。那无形中的不是外相啊，是你内心当中的，内心当中的好像什么都定不下来，什么都坚固不了，随时在变，这个都靠自己回光返照。不要向外看，看看你自己。如果你不认识的话呀，你要经常的看佛经看论什么的，对照一下，你就认识你自己了，跟佛怎么说的，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那么就很明白啊，你自己就能一对照就知道了。
最后说，诚敬信者有信公用，说假使你的培养你自己确实建立起了清净信心，就净信，一点不夹杂的啊，一夹杂了，有一个另外一个念头，那就是杂言了。对三宝从来没有怀疑，从来没有杂念，从来是清净的，有功夫了，这叫有信公用，才能把你的信得到用上了，能用上你的信了。信什么呢？信如来本行所入，相信佛，相信法，相信僧，信三宝。不要自己自满，不要自高自大，在信三宝的问题上，我们每位道友都应该检查自己，不论你出家而众在家而众，你信心不具足，如果有点什么障碍了，就怪佛菩萨没加持我了。我说打气也好，干求也好，求完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对佛对菩萨对法有怀疑了。经常听到说过，为什么说信因果呢？信因果你不敢造业，你起心动念有这个因了，一定要结果，那你起心动念净在三宝上，这个因一定能成就，能成佛，才能证入啊。这靠什么？靠的信呢、啊，信呢、啊？你现在的行修行啊，哪管念一句佛号，拜一拜，这就是因呢、啊。就这么一个因，一定能成就佛果，因必得果。要信三宝，信因果，是最重要的。经常听到有的道友说，我这信佛好多年了，我连那因果还不信吗？我说那你自己说。我说那师父怎么看呢？我说你不信因果。我说我了解你，你母见事儿，母见事儿，你信因果吗？信因果你这件事能做吗？你看偷奸耍滑想溜过去，因果是溜不过去的了。我跟大家说，因果你只要起心动念，因已经有了，想不结果不可能的了。说忏悔，忏悔是不错了，忏悔清净了，还是有个疤，说长了个疮，疮好了，疮好了落了个痕迹，起码在你心上给你画上一杠，一想到这件事儿，哎呀，那件事儿，啊，心里相信因果了，那你忏悔，再忏悔，那件事还是有的。因和果，相信因果者，信心一定坚定。咱前面讲信心呢，净信呢，相信因果的。敢做坏事吗？起一个坏念头，哎呀，这可不得了，我要受果报，他就不敢起坏念头了。那个坏念头起，当时起了就消失了。有信心的菩萨，他一觉到这个念头
不对，觉得前面起呢能止住，说他不起，马上就止住了，那也不成就了，也就没有了。不会相续，你自己可以考验你自己。如果我有一个坏的不好念头，我不让他相续，麻将就断了，断了那个果就成不成了。我们这里头道友在看别人同学的请假走了，哪里心里不动的，哎呀我也该回家看看，刚一起这个念头不对，我不能走，我要求清净放横，不能离开。庙里的是除四间，除了庙就是四间，这同学的很多呀。想动，动在是非生，只要你一动有是非，只要一动，说我学造的功夫很好，我不啊，办不到的。为什么办不到呢？你还没入位，你那个信呢还是毛道凡夫墙头上的草，东风来了随东风倒，西风来了随西风倒，不定性嘛，一般的凡夫嘛。要知道信成就住波罗蜜，唯的信才能成就一切波罗蜜，信入住圣地，因为信才成了一地一地成到佛国，信成就力，有了信心呢，你那力量才大，成就你的力量。信记住无所谓，相信三宝了，一切都没有恐怖，没有挂碍了。心经上告诉我们，无挂碍故，无有恐怖。相信三宝加倍，要祝福菩萨护持我。天龙八部都在护持我，有什么没有可怕的？因为有信，才能生长不可坏、不共的佛法。不共是不与三乘共，微佛。你这个信呢，就能成长不共不坏的佛法。信呢就能入到不思议的佛法，信出生无中无边的无佛境界，就是信出生佛境界，不落二边。信随入如来无量境界，信成就果，信能成就佛。为什么实信位，这都登了地了，见了法性了，又来说实信呢？不但现在登了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到等解佛位，已经将近成佛了，弥勒菩萨还让他回去唱文殊师利菩萨，从信开始成佛了，成就果德了，成就什么呢？成就的信，才把信成就了。你要想修因，就行，修行，行。大家经常讲修行，行的时候啊，得要修理它呀。懂得这个意思吧，要修理修理他。你每天呢，不是让你修理别人啊，要修理自己啊。每天要把你自己修理好。你看咱们一个花一天修理修理它，长一个草培育培育它，修理修理它，
你穿件衣服整齐不整齐啊，还有修理修理它，拉一拉呀，转一转呀，看看好是合适不合适，这都叫修理。你的言说话，身所做的一切举动一切活动，心很难了，心里所想的一会儿一个念头，一会儿一个念头，是妄念纷飞呀、啊。大家有些打坐的吧，你没静下来呀、啊，你往这一坐，说想修行修行，起了个观照，没有这个心还好，坐这还好。要有这个心呢，一坐下来，好妄念纷飞全来了。前年的、去年的，乃至于十几岁的时候，他都会来了。他不晓得怎么冒出来的，没有作意，他自己就来了。因为你是没用功，你要用功，你就知道了，就知道了。什么原因都没有，什么引起都没有，突然间冒出来。我现在就有经常的十几岁小孩的时候，读小学的时候，跟个同学两人去玩，突然间冒出来了。哎，我应该很奇怪，我跟这个念头怎么产生这么念头啊，因为什么引起的呀？他必须得有个因缘引呢，找不着，无因。现在无因呢，但是你七八十年前，八十年前，你跟那同学那是一个事儿啊。他现在会现呢？为什么他现呢？你静了，你静下来了，以前的沉影啊全现。你不静的时候他没有，等你静下来，突然冒出来。你从来没想过，几十年从来没想过，要突然升起了。假使你跟着他去怀念是罪，这叫忆故，忆念过去。好，这一念呢，已经打你那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你现在用的功呢，就给你断了。我说你站在正这儿思修，我突然来这个念头，你跟着念头跑，跟着再一追忆，再一回忆那时候事儿，那你这个就断了。你正一念佛呢，他突然间冒出这么一个来，跟着那儿去了，一念佛没有一念了，停下来了。都知道这个来个什么事儿，我做打岔了。他不知道他思想上头的打岔的事儿太多了，太多了。你怎么样？你坚持。要想念不起，不可能，不能自止念不起。但是你觉照的时候，可不得要持。不怕念起，自怕觉迟。念头起了，不要管它，要随时警觉。觉悟啊，就明白，啊，这是打闲岔的。刚一起念头，马上把它截止。怎么来对着它呢？你念佛的是大声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贫僧念，或者念经，眼睛瞪大大的，瞅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念。那个就没有了，那个境界就没有了，甚至有时候念念经，突然间妄想来了那儿，你把眼精神振作起来，大声的自己给自己听，一个字一个字念，本来念得很快，妄想一来了，现成就住波罗蜜，一个字一个字念，妄想没有了。我这样是用过用这个对治法啊，我感觉很灵。刚一乖瞌睡，一惊醒，大声的念一声，念经也好，念佛也好，大声的念。你有大好大气力是吧？别打别人闲岔啊！一个人的时候你可念，
一念没有了，完了之后老老实实再念，这干什么呢？对着他不愿他跑了，你思想随时跑啊，跑了把他拉回来，跑了把他拉回来，他拉的时候什么念都不起了。那润功什么念？有功夫了，这就叫有功夫。润功就这么样润，他念一座经，不论念几部经，中间没有一个念头夹杂进来，是念经就是念经。说念阿弥陀经不能想到金刚经，念普门品的时候不能想到恒愿品，念哪一个就是哪一个，不让它不错不乱不杂，这叫功力啊。咱们开始下手的功夫要这样用，收到什么效果呢？才修到能够静，本来不静，你坐这儿把你经本一打开就静了。你经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乃至一部经很长的，不是的，等你念完了成了一个整体，念经念的成体正的金刚经，从开始波罗蜜金刚经，对，念到最后皆大欢喜坐礼而去，他两个时候中间一点夹杂都没有，就是这部经，这叫大定啊，这种定啊，这叫定的功夫啊。说明明是念经入定了，定了。因此我在相信，相信什么呢？我在孤山，我可能跟大家讲过，我们那老和尚好几代了啊，大概是唐朝的一个老和尚，他就在那个天王殿到大殿那很近嘛，那侍者呀在前头端个香盘，听老和尚嘟嘟囔嘟嘟囔，天天这样子。完了后来说侍者就问说，老和尚啊，你天天嘟囔什么呢？我没嘟囔啊，我念经啊。说念什么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小孩说，你在天王殿念到大殿念了多少啊？说念完了。说什么念完了？说一部经华严经念完了。小孩老和拿我开玩笑吧，你寻思我不懂吧。老师真的真念完了。小孩我不信，不信。本来天王殿到大殿这好远嘛，他念了一部经华严经，你信吗？我也不信，那时候我不信，现在我懂了，我相信了。那个境界像，就是什么境界像呢？他那个作业啊，他从那第一卷的一句开始到后头八十卷，顿现，顿现，顿现，顿念，顿呢，顿跟见不同啊，同时现，同时现。他自己感觉着，我一部华严经念完了，别人感觉着不可能，别人是就是思想说的。他念的是理上念的，他真正念完了。那后来老人跟那小孩说你不相信啊，明天咱们我跟你说，我们这八十卷华严经，我请八十个师傅一人拿一卷，我来念，让他们听，你问他们我念的是哪一卷。老和尚根本也没拿华严经啊，就坐着念了，背的。拿第一卷的听着老和尚念的第一卷，拿八十卷的听老和尚念的八十卷，拿三十卷的听老和尚念三十卷，个个听到老和尚都念的他那卷。结果呢，老是全念的，那得信了，信了，证实了。
真是了，是吧？大家如果是你自己去做，做到了，说你念别的不懂，念心经，你念这个心经200多句话，不会有什么差错吧？你感觉我是中间里头一个念头都没有，就是在心经念心都在心经上。说这才做不到，说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当你念阿弥陀佛时候，南无阿弥陀佛，念这6个字中间一点妄想没有，6个字啊，这6个字中间，这个你能受持得了？南无阿弥陀佛，很短吗？几秒钟，中间没有夹杂，把它延伸，念到一部阿弥陀经，也能是像你念一句阿弥陀经，一点夹杂没有，一点杂念没有。既然你在信成就，你是相信呢？不言佛手上所行的话，你自己没有实践，没有印证，你还是茫然的。说你信呢，你还有问号呢。对，等你自己做了，证得了，你相信了，不错，确实这样子。说洞中方其日啊，世上几千年呢。我头几天跟大家讲，1943年到了1995年52年，他感觉着，只是一晚上。人救助他的人在海难上说，中间隔了52年了，怎么会是一晚上？他没有啊，他只是一晚上。这个大家可能够暂时还不能进入，慢慢的都能进入了。说时间跟空间都是你心里的作用。当你在这儿给他听这座经1.5小时，或者是1:20，你很进入，你感觉很快，感觉啊，听下来也很高兴，一点疲倦呢、疲劳感没有。那有些人在那打瞌睡的，他可感觉着这1:20好长好长哦，怎么老和尚还不下座呀？这讲不完。相信吧，这个大家知道。那小孩子本来很淘的，10几岁小孩是耐玩嘛，哈，但是他看着那个打电脑玩具的时候，他坐那是2-3个钟头，他过去他不知道，他因为很短。他妈妈叫他，我刚看你就来叫我，什么刚看？2个钟头都过去了，他还瞪着眼瞅瞅，为什么？这个道理大家都可能懂了。当你喜欢的事儿，心里全心注意上头，时间很短；当你厌烦的事儿，根本就不想做，非去不可。那你干点时间长了，不是自愿的长了。假使说他生活过得很优越、很富贵的，你要叫他到我们山上来，到我们这儿来住1天、住2天，好，他可苦了，给你上殿过堂啊，黑夜到晚上打棒才睡觉啊，早上一打板就得起来呀、他可烦死了的，他烦恼死了。咱们过惯了，咱们这个生活就是这样的，咱们感觉是很愉快的。这个道理呢，就是说你的信成就，当你成就住波罗蜜的时候，你那个信呢、进入到圣地，他信完了有种力量，这种力量啊，能克服到一切，真是大道无所畏惧。他信，他把他生命看得很淡，他根本没把生死当回事儿，所以才叫了生死啊。生死怎么了？生死本来就没有嘛，有什么了，有什么不了？等他进入了，他
他那有力量了。咱们呢，不是了生死，一个病痛，那感觉受不了了。当过去的时候再回忆，你自己也莫名其妙。人家问我说，你三十年监狱生活怎么过的，你问我，我也莫名其妙。我过来了，过来了好像没事儿，但没过来，正在过的中间，那就有事儿了。假使说你越烦恼的事儿，你脱离不了，非过不可，那人说度日如年呢，这一天呢像过一年一样的。我有个道友欠人家债，咱们中国有个老的旧的啊，旧日子，一到过年了，讨债的就来了。他说那一两天呢，他头发全白了，愁的了，愁。我说何必愁啊？他说那是要账的，逼的你过不去呀、啊，拿不出钱来给人家、啊。我说那你愁又有什么用呢？说说话容易，做事就难了。说看破放下，那个逼排苦。什么叫逼排苦啊？当你受到了就知道了，知道了。当那个同学的考试，为什么香港台湾很多，大陆开始也有了，十几岁小孩读中学的时候跳楼自杀，全世界统计40多万，每一年只是学生，不是大学，只是中学生这一代，这小孩自杀，逼排啊。老师要批评你，你考得不好，同学的要耻笑你，那父母望子成龙，把这孩子逼排的，他没办法，他走绝路了，他没那么大力量。我经常跟我们道友，不要逼排孩子，这一班50个学生，总有考第一的，总有一个考50的吧，不能都考第一吧。这个人的智慧有闲有欲，有快有慢，不能要求一般齐呀、啊，要一般齐，叫逼排苦啊，逼排苦、啊。因此啊，你要有了信心的，信成就有力量的，这一种逼排也都没有了。啥呢？两个字：放下。我那时候到北京，对，我的亲属。他的同事的有两个孩子要考那个大学，没把握。我的中学毕业时候文凭考得很不好，还要考名牌大学，没有办法。他那我妹妹有多事啊，叫他们念，完了来问我，叫念观世音菩萨，跟那小孩子说念观世音菩萨能考上。小孩子就他也不知道念观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念观不就能考上，他就念呢，念念考上了，两个都考，哥哥跟妹妹都考上了，他父母就信佛了，现在信的很诚恳。这个道理是真的假的呀？人家问我说一念观不就考什么，我说那不一定，没有这个把握，也不会给你打这个保票，说一念佛就不死了，说一念佛就不生病了，我说那我该不生病啊，我为什么开刀啊，那我该不住监狱了，为什么我也住监狱了，我没念佛呀，我这事儿没做什么错事，说前生的因果呀。往往在这些个问题上信心退了，没有了，
在这个当中劫难当中，我们好多道友还俗了，不信了，佛法没限制啊，你要信就信，不信了你就回去就算了。但是你这个因果跟那个因果，两个因果，这个是出世的，那是受罪的，咱们说是受苦难的。你这个善业因缘结束了，恶业因缘成就了，就受吧。他你恶因缘结束了，善的因缘又来了。但是无论善的因缘恶的因缘，你以你的信心的力量冲过去，就更上一层楼。当你灾难过了，智慧就来了。我自己感觉我自己没入监狱前讲课的时候，讲经的时候，大多数照本宣科，不敢说错，佛怎么说的怎么说。但是自从入了监狱之后啊，变化了，把佛所教授的法入到实事的实在生活当中去，把它跟自己佛所说的话跟我自己生活当中结合到起来，效果更好一点，更好的。说学佛的时候啊，要善巧方便，根据你自己的自力，根据佛所教授的这一段的方法，并不见得对你实用。说八万四千法门嘛，你看哪个对你相应，就是你能一用，功力发展的快得很。这个对你不相应，不实用，你可以放弃它，不要学了，学另一个法门。你选择跟你许一次或多生累劫学过的，你再一学，轻车熟路，那进步快得很。因为我们不是菩萨，我们那心没那么大，菩萨他也不是这样的，说这个没学过的那我一定要学，我那个没学我一定要学。为啥？他学了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修，他为了利益众生，帮助别人修，说法法我皆懂，法法我皆通。说三藏法师经律论三藏皆通，为什么？这是大菩萨，他要利益众生，他学法不是为自己，讲法不是为名利，不是受恭敬供养，学法为了了生死求解脱，这是一种；学法为了帮助别人，不是为了自己。你说大菩萨，希望大家都发大心，信成就。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寿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节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88佛弘明宝忏，小蒙山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2月17日星期六，时间上午9点，地点高雄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2022圣诞草地派对，音乐、公益、市集、野餐。活动日期12月25日星期日下午1点到5点，活动地点新庄国民小学，南投县草屯镇新庄3路32号。精彩活动内容：圣诞派对、音乐表演、歌仔戏表演、草地野餐、跳蚤义卖、蔬食夜市、小农市集。做回馈社会的事，当日活动所得及募捐善款将全数捐赠，以发展偏乡教育，帮助弱势家庭，协助身心障碍及独居老人，让爱充满力量，用爱看见希望。主办单位台湾基纳偏乡教育发展协会，协办单位南投县草屯镇新庄国民小学，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在西藏这个地方，有许多人误解佛教的大乘道，他们没有师长和善知识的教导守护，所以彼此争论不休，而且又以自己的思维模式来研究深广的义理，以至于意见分歧，各行其事。在这个九姐的传记当中呢，就提到说，抢救委请教过九姐7个问题，而且呢，这些问题里面啊，
其中有两个问题是关于共同称的，两个问题是关于显宗的，还有三个属于密称的问题。哪错医师把这些问题清清楚楚的记录了下来。于是呢，这个贡嘎嘉采呢就原封不动的把这些内容编入了自己的注释当中。所以呢，今天我们才能够如此有幸的重温当时抢救秦伐时提出的问题，然后沿袭纳粹意识的讲说方法来学习邓论。所以说，这些过去的文人学者大德们写下来的这些文稿真的是太珍贵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七个问题具体是什么呢。第一个，什么样的人适合修学大乘佛法？第二个，凡夫能不能升起菩提心？第三个，要得到菩萨戒，需要先得到别解脱戒吗？第四个，如果已经受了别解脱戒，再受菩萨戒的话，会转成菩萨戒呢，还是会两者并存呢？第五个问题，累积二资粮的时候，需要方便法和智慧双修，还是只修其一就可以？然后第六个问题是，中观和唯识哪一个是我们更应该去重视的？最后第七个问题是，进入密乘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所以呢，后面呢，我们讲了这个诵词内容的时候就会结合这些问题来进行讲解。另外呢，还有一部著作也这个记述了当时的这个情形。什么著作呢？是纳粹医师有一位大弟子，后来也是他的这个主要的继承人，叫做拉索巴。翻译成中文的话呢，就是手指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就称他为手指格西。这位手指格西呢，用了毕生的精力去寻找求受觉解的真传法脉，所以呢，他曾医治过的上师共有十位。其中八位都是觉解的亲传弟子，还有两位是再传弟子。他呢，一心想要学习的不仅是觉解传下来的这个修行口诀，而且呢，还有觉解的生平轶事。那说到生平轶事哪粗医师追随了觉解十九个春秋，可以说是应该没有人比他更有发言权了。所以呢，这个手指格西觉得纳粹医师一定就是最了解觉解的人于是呢，就为了拜见纳粹医师，手指格西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来到阿里地区，拜在这个医师的门下，请求他传授修行口诀以及觉解的功德事迹。纳粹医师听到这样的祈请，也是欣然接受，于是呢，就满心欢喜地向手指格西讲述了觉解医生的故事。所以呢，后来这部家喻户晓的觉解传记就是由纳粹医师口述
手指葛西执笔来完成的。所以我认为啊，虽然对于陈丘文到底有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啊，有过一些不同的说法，但是呢，从以上几点来看的话呢，陈丘文提问这件事情应该是确实发生过的。不仅如此呢，而且我觉得有必要找出这几个问题的具体内容，并且作为依据来继续我们登论的这个学习。为什么说有必要呢？因为根据纳粹意识的传承啊，在讲到这个登论正文部分的时候啊，都是结合这七个问题来讲解的。虽然呢，在这个中敦巴的传承当中呢，不太有类似的讲法，但是呢，我认为对于一位登论新人来说的话呢，结合这几个问题来学习的话，就会比较容易理解，而且能够学习的更透彻，更深入。所以呢，这次课程呢，我们就按照纳粹意识的传承，以这七个问题作为出发点来讲解后面的这些颂词。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生命，始终生命。